快乐知性的时光，欢迎收听快乐阿霞，快乐阿哈。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谢谢您今天准点打开收音机收听这个小时的节目，也谢谢您打开手机收看今天的现场直播的节目。这里是快乐联播网高雄快乐电台 FM97.5， 我是节目主持人蔡秀霞，阿霞。我们都知道哈，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啊，不管是内在美或者是外在美，都很希望呢自己可以从里面美到外面啊，所以呢每天女人呢都绞尽脑汁啊，所以你看市场上啊有这么多的医美诊所，你就知道这个市场上的需求量了哈。那么但是啊，要怎么让自己能够美丽的更自然，还有兼具健康跟安全啊，这是很优先必须要考量的。那如果说你拥有了美丽而失去了健康，那么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哈。那我们都知道，自从有整形这件事情以来哈，隆乳呢一直都是非常多的议题不断的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上，阿霞邀请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医，不只是在我们高雄市非常有名的，是全台湾的整形的权威曹世斌曹医师来到现场啊。曹医师呢是我们台湾美容外科医学会上届理事长，还有现任的顾问，也是国际美容外科医学会期刊编辑委员。之前呢也在高雄长庚医院整形外科创科主任10年，那目前是在曹世斌整形外科诊所的院长。现场邀请到了我们这个权威医师来到了现场，真的是很荣幸的。曹医师您好。快乐阿霞主持人您好。是我们快乐电台的联播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整形外科曹世斌医师。是啊，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曹世斌曹医师来到现场啊。曹医师，你这边写说你是高雄长庚医院整形外科的创科主任，什么叫做创科？就是长庚医院高雄长庚创立的时候，我来做第一任的主任，创立这个科，由我开始，慢慢变成10-20个人庞大的整形外科，是这样创立的，就是长庚医院的这个鼻祖，就对，开山鼻祖的意思嘛。民国75年，是高雄长庚成立的时候，我从台北长庚，就是林口长庚，长庚的总部呢，我的院长啊，指派我下来要来设立南部的另外一个整形外科中心。那我从台北人变成高雄人，从那个因缘开始的。是哦，你是高雄人吗？我现在高雄人。现在高雄人。以前台北人。以前台北人，现在嘛是算高雄。我以前嘛是嘉义人，现在嘛是高雄人啊。现在发觉高雄比较温暖。真的哈、哦，比较温暖，热情好客，比较靠后社会了。是哈、哦，那谈到整形，我想现在是真的很夯嘛，非常的夯。是的，是。那现在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说，有关整形手术，现在最夯的前三名是什么手术？好，是这个其实跟种族不一样，对于台湾就是我们亚洲来讲，美国和欧洲人、欧美不一样。那亚洲人不管是台湾人、日本人、韩国人、大陆人，大抵都不差这三大类。第一个就是眼睛，第二是鼻子，第三个是乳房。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啊，所以人们看人第一个看眼睛，所以眼睛的整形，包括年轻人做双眼皮，年纪大的人做眼袋，或是眼皮老化下垂，是这样子。那鼻子是在脸的中间，是最突出的。那东方人大部分的鼻子扁平短小，所以隆高拉长也是东方人的第二爱。
那做完可见的地方就要做那个不可见的地方，就是看不见的地方。这也看得到吧？对，外观看不见，可是要脱下衣服才看到真貌。就是外观看得好看的地方，首推是乳房，因为乳房是女人的第二性征嘛。所以这三个都是就是历久不衰的三大整形的啊排行前面的项目。前三名啊，那可以请教曹医师哈，那去求诊的。我们讲病人嘛，也不算哈。求治者或者爱美者，爱美者、求美者，他会去要求比如说拿个一个某个明星的照片，像什么韩流啊，他说：“哎，我就是这个鼻子要长得像他。”是，什么裴永俊啊，什么人的有吗？有这样子吗？有，因为追星族他们的 model。或者粉丝都想变成他们的那个他的样子样貌、嗯，可是人啊，穿同样衣服大家不喜欢的。是不是就没有自己的格调嘛？对，没有一个人希望穿同样制服，对不对？都要 unique， 就是不一样。嗯、所以以他的形貌或者神韵可以做了，但是做的完全一样，那可是很多人不愿意的，因为人都有他的个性美。对，所以用他的形来加上他的个性，他的脸部的特质呢，塑造了他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外形，就是真正大家喜欢的。是，所以刚刚我们有谈到，就是说，前三名的除了眼睛、鼻子之外呢，还有最夯的就是隆乳。对，隆乳嘛，哈。那像一般来讲啊，去跟您求诊的，以您这么大的经验，女生呢会去隆乳的动机大概是什么？因为胸部太扁而去的嘛。是的，我们的阿奇亚讲对第一项了，自信心不足就是发育不全而造成的扁平足或太平公主第一类也是最大类。第二类呢是产后乳房萎缩，那这个年龄在30到35岁，第一类是在20到30岁年龄层。第三类比较少见的是乳癌术后的少奶奶，术后重建要做乳房重建，就是都在因为乳癌都比较慢，所以在35岁到50岁这中间，所以这三大类是一最大类，就是发育不全，大概东方人大概都是一般 A 到 B 罩杯嘛，漂亮是 C 到 D 嘛，所以他要想要 A 到 B 变 C 到 D。第二类是产后乳房萎缩的不满足。第三个是少奶奶族，就是35岁到50岁乳癌术后的乳房重建，这三大类。我看那个广告啊，我那个扛棒广告都写从 A 到 D 直接升级，有这种吗？对，这个就是第一大类最多啦。嗯哼，因为它是 A， 大部分我们台湾女性、日本也是、韩国其实都一样，东方人就是 A 到 B 最多，大部分都 A 到 B、大部分。那但是好看是 C 到 D。或是如果你稍微胖一点，最自然一点的，所以胖一点的就会低以上，低到一。嗯哼，所以这些是从 A 到 A 到 B 变成 C 到 D 是大多人的期待。是，那有没有说，比如说你有接受过一个女孩子，她很瘦小，可是她想说，我既然要去隆乳手术了嘛，哈、我既然要开刀了，你叫我从 A 到一点点、A 到 B 到 C 那么一点点，我为什么就要动这个手术呢？我不如就从直接 A 升级到 D 到 E 到 F， 有这样子的要求的吗？可是实务上他不会这样思考，理论上是对的，好像赚到嘛，既然被做出个这了不了啊，赶快急。对啊，事实上不匀称，人的美是一个匀称的美，所谓对称性的美。如果你瘦小，突然胸部很大，人家怀疑你是假的。嗯哼，而且呢，容易产生变硬变形的后遗症，平地起高楼，一次起四楼，不如一次起1到2楼就好。所以安全跟自然原成呢，就是最后他会选择，一开始他会选择最大越大越好，可是经过衡量，他自己会思考，他退一步了。所以最好并不是最大，而是折中的一个平衡的，适合自己身材的美感，才是他最后心中想要的目标。所以说哈，每个求治者的话来到你的诊所，他要求要隆乳，您还是会按照他的一个情况来做比较适合他的情况。我会给他看实例啦，就是我们有很多实例的照片让他看，就是术前什么样的形态，术后什么形态，让他自己挑选。其实这样最 practically 就是说最实务，因为大家想要到什么罩杯，其实他不知道，他只想要大。术大就是美，可是对隆乳来讲呢，太大是一种负担。我们有另外一个类群病人叫做巨乳症，就是胸部太大，女生要做缩乳。有吗？有这种人？现在很多了，对，非常多。真的，因为太大也不是好，
所以所谓的什么中庸之道之为美啊，太大就会负担胸前重担，而且人人的目光都看他，非常尴尬的。所以太多也不行，太少也不行，所以适当的大小才是大家最最爱的。对，那我会给他看一些所谓的A 到 D、B 到 D 或是 A 到 C 这样一个改变，让他自己挑出哎。这个身材适合我，那做完哎，这个样子看起来好看哦，所以他自己挑起来，我再告诉他答案哦，这个就是这个是啊这样的一个变形，大概装多少 cc 的罩杯，哎，衣服袋就换成这个形状，他最后就选择说哎，比较适合我的是喜欢这样子，而且第二个我会希望他来的时候不要一个人来。最好带着他的朋友来，男的女的都可以，都可以，一定要带一个人来。为什么？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第三个，就他可以事后去大家去怎么去讨论分析一下，你是不是适合这样子的？你要多大？哎，我觉得太大也不好，太小也不对，两个商量以后，最后得出一个比较适当的结论啦。所以对任何一件事情就是每个考量都要。可是一般来讲，你要求带一个人来，那一般来讲就是他会觉得他。越少人知道越好，你还就要带另外一个，除非那个他也想荣辱了，两个人一起带去。他的闺蜜，闺蜜一起去，他希望、啊，所以就是一加一可以带人啊。当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这个是，哎、欸，就是说他如果做完成功，另外一个想要做，就想要做，不过跟人家分享并不是坏事、欸。一个自己，有时候我自己决定哦。会怎么得失心太大？第二个呢，你做完不是给自己看，也要给别人看呐、啊，所以要给别人说认为对。这样才会是值得啊，所以让第三者看并不是坏事，这不只是隆乳，做其他美容手术都要这样思考比较好。那有没有碰过说哈，哎，来求治的他很想隆乳，结果让你评估半天，评估完之后说，哎，你不适合，你就回家的那种有吗？有，有、哦，这个叫做那怎么办？这个叫做隆乳的心态正不正确了。适不适当的问题，并不是任何的美容手术都值得做啊。因为美容手术它不是必需品，它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它是附加，它是提升你生活品质的一个啊、一个治疗嘛。但是人生是就追求真善美，美是最高境界，真跟善是在健康跟快乐，就像我们电台一样，最后是美丽啊。那美丽并不是每个人都要的。很多人希望健康就好，平安无事嘛。那你觉得你有想要进一步加更美丽的话呢？自信心会更旺，或是你的事业心会更强的时候，自然会想到这个美丽。当美丽的时候，美的附加价值你会自己衡量。如果觉得那个是对你是需要的，你才会做那个美丽的事物，包括你衣服穿得要漂亮啊，头发做得好啊，你的化妆做得美丽啊，鞋子要穿得漂亮，那个漂亮程度是无限上纲。隆乳美容手术也是一样的，但不是说一定要去做，所以要取决于说他要不要去接受这个美容手术中的隆乳，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思考面啊。但是有时候说实在一句话，虽然是说可能基本上是爱美了，但是有些女性她真的就是真的是很平坦的那种，是她可能会影响到她一辈子的心理的状态，心理的健康状态，是导致她这个身心不平衡，所以有这个手术也可能会改变她的一生。对，没有错，这是所以我刚刚讲最大群的就是自信心不足嘛，就是她是一个乳房发育不全而产生自信心丧失。那因为这样他的才能，他可能有很好的才华无法被人家发掘，或是他不敢去谈露在别人面前透露自己，这样的话他的就很自卑，自卑不只是这样，对社会也是一种浪费啊，因为人必人尽其才，人必有用嘛，所以他如果能够让他自己先产生让别人能够因为这样对他刮目相看，进一步想跟他交谈或录用他，让他的才能为社会所用，让他的潜能来为自己能够开展，这样的一个媒介啊，就是所谓的整形是整心呐、啊，整完他的形，他的心健全，改变自信心改善，他自然会事业旺，他的那个企图心会达，社会也因为这样而受益啊。所以整形是一个武器，不只是女生，男生也是。是我们讲过说，整形是我第二本书。那整形手术里面很多男生跟女生，他们来做整形，其实在整形。女生整形是为了婚恋跟爱情，男人整形呢是为了事业跟长寿，两个标的不一样。
女人是为了婚姻跟爱情，我们大家都知道女人爱美，女人美丽是一种武器嘛。男人就不一样，他不是为了娶小三，为了更喧哗，很多人会误会，其实男人整形是为了他的事业，所以男人整形大部分都是高阶社会的男性，董事长、总经理、立法委员、市长、总统、律师、医师这一类的法官等，他们会来整形，他们有需要，因为事业可以长青，他的寿命会延长，所以两个不一样的标的，目标就是为了让自己呢活得更真善美的美啊，所以在这个现在的社会上，这个什么外貌协会呢，就是人们看人第一印象是外观，对，如果外观不好看，你的第一次印象不好，你的机会就失掉了，失去了，所以失掉第一次机会呢，就非常可惜，是，所以整形变成现在来讲是一个变成不是说，虽然说不是是必需品，但是已经超向必需品的路在走，所以整形美容人越来越多了，感觉是一种潮流，哎、欸，是的，全球的 global trend， 全球的潮流，对，全世界都是这样。对，所以刚刚我们有谈到，就是说整形手术其实有包括的眼睛、鼻子、胸部，好，这三个是排名前三名。对，那最多争议的是在隆乳手术啊，对的。争议不断，是最多的依旧的，是的，是是的。那可以了解一下，好像隆乳的方式，就是植入东西到你的身体里面，那大概有哪些方式？好，最早期好像是盐水袋嘛，啊对，平地起高楼，有还有，现在还有用盐水袋？有，我分析给大家听，大家会更清楚。平地起高楼一定要装东西啊，是啊，在你还没有成年之前。这18岁以前，你可以用养生的方式，养生让你的乳房发育完全，就是你要运动，你要充足，或是用按摩，让你的不要对，或者一些吃东西，各种很多秘方，或是自己的发明的方式都行，就是在你还没发育出之前，促成乳房的发育，这是有效的一招，有效吗？有效的一招，因为它可以加速家长你的成长嘛，其实不只是你的乳房，你注意看你的鼻子也是，你鼻子一直拉拉，它可能会弄大一点，能够长一点点。耳朵小人拉耳朵，它也可能也会拉，有些耳朵是我们叫做垂耳症或小耳症，用拉拉就一种附件，它在未成年前拉，未成年前拉才有效。对，像那身高不高的用拉也是有帮忙的。那但是这个成年以后，我们我们的生理发育期前以后呢，你就无法用这个方法，至少借助外力。这个外力就是要让它平地起高的，要植入外力，外面东西才能够挺高嘛。那这个外面东西呢，就有两大类，一个就是我们的溢乳袋，一个就是质地脂肪的注射，质地脂肪注射的脂肪。对，那溢乳袋呢分两大类，就是刚刚阿霞主持人讲的。古早以前我们用生理食盐水袋，那现在用那个细胶或是俗称叫果冻细胶，那这两大类呢是目前的在做的工作，就是国际上目前都是朝这两个在做，一个是放溢乳袋，一个是质地脂肪浓入。那放溢乳袋我刚刚讲的分成盐水跟细胶，那盐水现在比较示威，就比较大家不喜欢做，因为盐水袋呢一开始是好的，它胀起来，可是呢一段时间以后呢它会微渗漏，它的微渗漏就是我们的包膜。那今天我带这个溢乳袋来，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就是好，可以开直播哟，看一下，就是光滑面的大小不同的，就是一个这个粗糙面或绒毛面的。那我们这个内容大家看，就是这个袋子呢，是里面是细胶软软的，外面是一个也是细胶，这是固体的细胶跟液体细胶。固体细胶这个袋子叫做溢乳袋，这个溢乳袋呢，你看我们这样弄看起来是 OK， 可是呢，它这个是在显微镜下是有细孔的，叫细孔的 micro pore， 这个系统会造成水容易渗出来，水是很小分子，它会微渗漏出来，细胶比较大分子，所以它渗漏不出来。所以以前是生理实验水，因为在十多年前细胶被禁止了。被禁止，因为怕有一些就打那些东西进去，
对，不是打，是说西交在里面也被禁止，叫西交一直在被禁止，后来被解禁了，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西交无害，所以现在改为西交。那以前生理实验出来，它会微生肉，所以放到里面呢，五年十年以后呢，它慢慢会揪最变小，揪最变小，然后会产生揪最变小就会皱褶，这个会皱褶，摸到会皱褶，裂变，哎，蒙掉没损，所以是因为这样，所以生理实验在当然现在大家都不喜欢的，虽然还是少数人会选择。因为它是水，它即便渗漏也是水，它不怕。那硅胶毕竟是外来物质，渗漏还是有可能，微渗漏比较少而已，还是有点担心。所以八二法则吧，就是八成的人都会选择这个硅胶，那就两成会选择生理实验水袋。好，是说第一大类选择，易乳袋的一个趋势。那第二大类是我刚刚讲的，叫做自体脂肪注射的隆乳，就是以自己的脂肪，自体是自己嘛，抽自己的脂肪，抽来打到胸部这一类呢，也是面目前是一个方兴未艾，很多人喜欢的潮流。那这两大类，如果进一步，我可以再分析，这个效果好吗？分析一下，你要继续讲下去吗？讲这个主题吗？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好，各谈甚长了，这两个大类了。那自体脂肪注射是大概这个五到十年展现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脂肪注射到乳房去，这个议题一开始会被怀疑会出问题。脂肪达到你的乳房，会不会伤害乳房啊？嗯哼，大家想会不会伤害乳房？那打进去它会不会死掉？第二个死掉那是比较小问题，会不会伤害乳房？会不会致癌症呢？伤害到自己的，会不会产生癌症啊？就对了，是的，这个大家就担心的。嗯哼，就是说你会不会伤害乳房？第二个，你说诶，揪最起，诶，磨起啊，本来是比较次要的、消极性的，最担心是不会产生致癌症啊。那现在经过很多年的美国的FDA 就是食品药物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呢，经过很多年研究呢，最后结论是不会，对，二零零九年呢开放，所以可以打脂肪，所以这个十年前呢，会开放这个可以打脂肪以后呢，开始潮流来了。因为呢，自己东西最好啊，天然的最好嘛，不会排斥，自己是最好的。如果能够自己的做自己的，不是最好吗？人们是这样期待的，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我们说美容首先安全第一，这是我们的国际美容外科界，也台湾美容外科界的一个我们叫做我们的对社会的贡献，里面就维护美容整体的安全是我们最高的目标了。是，所以安全是第一考量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应该看起来是最安全。那第二个呢？刚好截长补短了，哦，这么多脂肪，这么大，这么多肉，对呀，刚好把该大的不大，该小该大的不小，该大的不大，这边太小，这边太大，刚好拿出来补补，搬家一下，对，搬上来，对，截长补短了，两边都得力呀，是曲线苗条，胸部又大，不是大家最喜欢吗？说的也是，是说的也是，所以很多人期待说，哎呀，医生，你为什么不考做这个？干脆就做这个，做这个最好啊，真的听起来就不错，是的。好，但是理想的事实总会面临事实的考验吧。对，那这个、你打进去的胸部的脂肪会死掉，会不会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凹进去，有的凸上来？这个跟技术有关，还有跟你的体质有关，跟术后照顾都相关。所以最后结果到底会不会如愿呢、啊？我们大家所言说，我、哦、刚好拿过补这个，刚刚好这边很大，这边很小，那可不说不定，那可说不定。所以理论归理论，实际归实际。那为了这个事情呢，这个哪一个是比较好的选择呢？变成国际化的议题。那国际美容外科医学会或者台湾美容，就是美容外科医学一直在争论，不只是病人，医生也是在争论，到底哪一个给病人是最好的？对。所以为了这个问题呢，我最近发表一篇论文，在国际脂肪医学会，我后来在上个月在上海举办的国际脂肪医学会，我把这个论文呢把它发表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家想问的问题，所以我收集的我过去三年来做过的各五十个左右，一个做是自体脂肪隆乳，一个是做易乳袋隆乳，我做一个临床的分析比较，临床结果来比较，以论文来显示给所有的在场的国际医生来认知，说到底我们哪一个选择是对的。对，我听完就有两个问题先问你。好，那这个自体脂肪搬家，把大腿的脂肪搬到胸部来，那你知道男女在一起是、这个、可以经得起他的柔弱这个揉搓吗？可以揉吗？是的，这个没问题。会不会不见呢？而且不只是要不见，而且鼓励你揉。哦，相反的思考，就是说你越揉越软，越揉越舒服，越揉越顺，不只是
易主带打进脂肪也是，因为呢，用有用的话才会顺的、啊，你不用。叫做一个叫做滚石，爱用的对啊，硬一点来用，再滚溜，再滚溜。啊，乳房是越柔越软越好啊，哦、你点来用再嫩啊，你不用得钉，所以滚石不生胎，大家听过了，听过这个习惯，滚石不生胎，滚动的石头不会生胎的，嗯、你才能滚滚动叫不会生胎，生胎不好的，嗯、不滚动就会生胎哦。所以你如果你这个东西不动。放着不动，它会生胎哦。哦，生胎就不好，生胎会产生硬化，而且变形、变硬。哦、所以这个是按摩的意思。对，因为乳房是软的，如果今天是硬的话，你就鼓励他不要动。嗯、男人也在隆乳，你知道吗？哦、另外一个议题，哎，这个你不知道，顺便讲，好，等一下讲这个。然后，所以乳房还是要用才。然后第二个问题，假设他是一个未生育的，之后他结婚怀孕的，那你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个乳房可能要喂乳，对，乳汁。的分泌会影响吗？不会。如果今天会影响的话，隆乳会被禁止的。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机构一定会禁止。为什么不会呢？因为这是大家的误解。嗯哼，隆乳并不是把这个易乳袋或脂肪打在乳腺里面，不是在里面。嗯哼，它是在乳腺的下面，下面把它垫高起来而已。嗯哼，趁垫也把它垫高，乳腺还是维持原状。哦，它不能打在乳腺里面。是，也就是说，刚刚讲的主题就是说。自体脂肪注射会不会伤害乳房？对的一个议题中的一个解题，嗯、就是说它不会打在乳腺里面，它只是打在乳腺的下面或是乳腺的外面、嗯，就是乳房外面有皮下脂肪嘛、嗯。我们乳房大概是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量是由皮下脂肪构成的，嗯、所以皮下脂肪要打。下面的乳腺这边也要打，这样才能够整个乳房大起来。哇，那如果就不会伤害到乳房本身。怀孕的时候要喂乳的时候胀奶会不会更胀？会。正常的女生，她即使胸部大的人，怀孕大起来也是会胀奶啦，都会胀起来，就是符合她正常的生理的一个变化，所以她不会影响她的正常状态。嗯、OK，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下午的3:26:29了。现在在线上接受阿霞访问的是我们台湾非常有名的知名的整形外科医师曹世斌曹医师来到节目现场。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欢迎您。call in 电话进来0795109750795109750975，欢迎您可以 call in 电话进来。我们休息一下，喝一口水，进广告。哎，下面的议题更精彩，亲爱的，千万不要走开，休息一下。世事多变，人生无常。有的人是为着亲情、事业、身体在烦恼，所有的烦恼，伫个遮有一个介好的方法，要甲恁大家分享，就是这张回向文。咱若要分亲情，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咱的心内会搁较平静，免费甲你结缘。0735-4233。阿乐，我想租车带家人出游，哎，你有好建议吗？那就找全球租车啊！全球租车是外交部指定厂商，全台专业副驾，各种车种，包含礼车、轿车、休旅车、大巴、中巴、小巴，全球租车公司应有尽有哦！哇，那实在是太棒了！我要赶快去全球租车喽！商务接送、旅游接驳、专业包车，就找全球租车。电话0781333402，813-3402。好的菌让您健康舒畅，坏的菌让您病恹恹。敏素清寡糖抑菌，给您维持一身轻盈的体态。严选十一株复合式活菌，维持健康的体质，帮助消化排便顺畅，调整体质从小开始，老人小孩都可使用。现在敏素清寡糖抑菌特价中，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或拨0809-092-898。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该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继续回到快乐阿霞的节目现场。今天在节目线上接受阿霞访问的是我们台湾非常有名的整形外科医师曹士斌曹医师，来到节目线上接受阿霞的访问。今天谈的主题是真的很夯的隆乳手术。谈到隆乳手术呢，说实在一句话，这不仅是女人的最爱，也是男人的最爱，不是吗？是的，是的，男人就想知道，真的哈，都想知道。今天在节目上呢，那个曹医师有拿到了拿隆乳带来到的节目线上了哈，让大家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哦。那曹医师来看一下，这个是所谓的，这是光滑面的，光滑面的溢乳带。对，这个是，那这个是绒毛，绒毛面或叫粗糙面的，粗糙面的溢乳带，不叫木瓶的溢乳带，那就大小不同的，光滑面有小大，绒毛面其实也有，我没有带大的而已，就是它这样子的，大中小是随爱美者来选择的哈。那所谓的绒毛面呢，最近我有看到一篇报道，就是说是其实很多隆乳手术，很多女性都趋之若怕的一点，就是说它是不是会致癌？是，那是不是真的会致癌？好，乳房用隆乳用溢乳带呢，不会致癌，那是在解禁之前大家的担心，后来解禁以后就是表示它不会致癌以后呢，大家才开始用，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美国 FDA、 台湾 FDA、 韩国、日本也是都通过了，已经十几年。但是现在又产生一个新的风潮，就是溢乳带里面的绒毛面花蕊呢，它会产生一种很少见的叫做未成型的大细胞淋巴癌。这个淋巴癌不是乳癌，只是它臭脚长在乳房的地方，就是说它长在我们这个绒毛面放进去以后呢，这个包起来的一个包膜，包膜的周围以这样的液体上面，那这个癌症呢会产生这个生命的危险，因为是癌嘛，它慢慢会扩展，所以这个被发觉，这几年被发觉以后呢，在上个月呢，这个美国的 FDA 呢，其实在美国 FDA 之前，那么欧洲好几个国家都决定呢要停止使用这种具有绒毛面的溢乳带。那台湾也跟进啊，在美国 FDA 宣布以后，第二天台湾食品卫生署，就是我们的政府机构，也禁止这个型号的这绒毛面的一个溢乳带。那但是光滑面还是可做的，但是这个机会非常少，就是说在亚洲国家呢，唯一一个例子是在泰国，只有泰国有一个例子被发掘，它的发生率是几千个到几十万个之一，每个国家的那个政府机构统计不一样的，那几千到几十万，那台湾目前唯一的是亚洲，就是泰国、日本、韩国、台湾都没发掘，所以这个这是一个预防性的，大家提醒大家，它有可能会致癌，它是发生率很低的一个特殊的这个癌症的被发现的。其实现在坊间哈，就是装进去的植入的溢乳带，好像有听过很多种，我上去爬文哦，什么摩滴啊，是水滴啊，果冻啊，这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跟这个有不一样吗？好，我今天就说明，让大家来试一下哈。你听到的摩滴、水滴型的，都是绒毛面。都是绒毛面，是因为，要有一个水滴型，摩滴是说很魔幻式的水滴啊，就是魔滴嘛，魔幻的水滴，其实是水滴，魔滴，就是说像水滴状，就侧面看抓起来像一个水滴，因为我们的胸部是水滴型，不是圆形的，就站着是水滴，躺下让它平的啦，站起来是那个乳头，像水滴嘛，叫水滴型的，就是。看起来是最 natural 自然的形状，但是它是绒毛面。对，因为呢，这个光滑面呢是变成大家看在地上框着是一个圆球的样子，它不是水滴啊，那这个会像水滴的样子，所以以这个而取胜，就是说它本来做的比较厚一点，有一个形状，一个 shape， 我们叫 shape implant， 有形状的溢乳带，水滴状的。这叫做摩滴水滴，但是这个就变成它比较厚，绒毛面不要做成光滑面，光滑面就无法变成水滴，光滑面也有水滴吗？因为光滑面，光滑面的皮很薄，它无法被塑形，无法塑形，就好像你的皮衣服一样，衣服很薄很薄，没办法塑形这个好看的形啊。所以光滑面一定要粗，一定要粗才能够有形。所以结论，光滑面一定是圆形的，光滑面一定是圆形的。那么
粗糙面也有圆形的，也有圆形的，也有水滴形的，那也有现在新力展叫做摩滴形的，基本上他们就叫这个粗糙面。摩滴粗糙面。对，那现在受到怀疑是说这个粗糙面现在被发掘是第一个类型，被美国跟台湾禁止，叫做我们叫做艾利根进来的叫 natural。natural 这个类型，那这个类型呢，它现在发掘它的产生的机会最高。产生这个癌症的机会最高，所以他们的机会非常少哦。就是说我刚刚讲几千万个、几十万分之一，可是被化解大部分是水这一类型的。所以现在第一个类型被禁止是这个，那之后可能会进一步的被什么被禁止使用的一个类型。那是现在还是以绒毛面为主要的考量。那光滑面呢，这非常少，几乎没有。所以目前光滑面还是最安全的，最安全的方式。是的。那是不是因为绒毛面它植入我们人体之后，它的粗糙的部分跟人体的皮肤接触，直接会粘着在上面，而容易致癌的因素之一嘛？因为它是光滑的。是的。现在推论原因还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粗糙面最后怎么会产生这个淋巴癌？这目前的作用机转还不知道，只是推测说，就是您说的样子，粗糙面呢，它跟身体接触会比较粗糙的连紧一点呢，那可能产生这个有细菌的感染，细菌会藏在里面，光滑比较不会藏细菌，细菌我们叫 biofilm， 就是细菌膜，那个细菌膜呢，可能会刺激我们组织呢，因而产生这个癌症淋巴的一个肿胀而癌症。对，那光滑面比较不会。所以这个还在找中，科技还在找，但实际上知道说光绒毛面呢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的医生跟爱美者的寻求考量里面呢，恐癌心理的防卫下，恐癌就怕会癌症的话呢，这个选择题呢就是光滑面，趋向光滑面可能比较安全。是这样的一个考量。但是现在坊间好像就是什么，你一打开那个网络就是摩滴、水滴型，好像一直在推这种东西。是因为对厂商来讲，他们比较赚钱，比较赚钱。水滴比较贵，水滴的售价比较贵，是这个的，这个比较便宜，一倍半或两倍价钱，或两倍以上，这个比较便宜。再商言商呢，厂商喜欢推这个，因为比较赚钱。那医生呢，也顺嘴推出这个，既然售价比较贵，我最终价卖给病人，就说熔炉价也比较贵，所以医生也赚，厂商也赚。所以在这个利思所趋啦，这个会推这个。可是安全是刚刚讲的，安全是整形美容回家唯一的路啊，而且熔炉是一辈子的，所以你要赚钱，还是要维护病人的安全的，哦，这个是医生跟厂商的良知考验，良知。那刚刚曹医师谈到了隆乳是一辈子，那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她去做了隆乳手术之后，这个植入的东西是跟她一辈子吗？还是她有有效期限？比如说她可能只有五年，只有十年，必须要再拿出来放一次。隆乳当然是一辈子的，一辈子，没有人需要做第二次吧？因为这个不想让她知道啊。已经做已经很尴尬了，还做第二次，所以没有人想要做第二次，除非他有并发症，你才会考虑说把它拿掉或更换。是，这是隆乳手术后面的问题，并发症的防治。那如果他是安全没有并发症，当然是一辈子。是，那像一般来讲做这种隆乳手术植进去的这种溢乳袋不一样，这是绒毛面，这个是光滑面。是，那术后它的照顾有不一样吗？大同小异。大同小异。这个我们隆乳，抛开那个癌症了哈，不谈哈。那么我们隆乳最常见的并发症是乳房变形变硬，乳房变形变硬，这个叫做会变形变硬，这个叫做包膜挛缩。就是我们溢乳袋放进去以后呢，我们身体会产生一个膜子把它包起来，就是我们人生物的免疫机转，自体防卫的免疫机转，一定都会吗？对，因为这是一个外来物质，你用手术强进去，我们生物是排他性的，排斥异物的，是。那我们用手术进去以后排不掉，排进膜袋里排不掉，那如果让它排掉，跟它身体不相干呢，就产生我们身体产生一个膜子把它包起来。隔绝这东西跟我们的组织周围的不只是乳房，周围组织也隔绝，这个叫包膜，包起来的膜子，自体的免疫机转，免疫机转，对。那这个包膜呢，一开始是薄薄的，可是呢，我刚刚讲，滚石不生胎，不滚石就会生胎。你说不动，它就慢慢的变厚，因为它想要越包越多，安全性越高嘛，保护自己，保护身体不要受害。所以这个包膜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呢，
就墨彩的话会比较硬的。第二个呢，包墨是一种纤维化，就是包含一样，包墨会软缩。台湾讲板筋呐，一板筋也收缩软缩，软缩就会像这个东西。你看，如果把它一软了，也啊呢，软缩嘛缩起来，也碰开，也揪揪起来。所以它本来是软的，快的，它会把它揪开。那揪开往这边走，或往这边走，或往下走，不一定的。它会变形又变硬又变形。那你摸起来就不好看，看起来不好看，所以这是最常见的并发症的。常见的。那第二个就是啊、比较少见的是它位置移位，位置移位，尤其是往旁边，有时是往下面，这个是医生的技术、手术技术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初期的，就是它手术后造成细菌感染，或是血肿、止血不完全，变肿大起来，这些都是我们碰到的一些并发症。嗯哼，所以您刚刚讲到的这个东西，它会所谓的就是所谓的包膜软缩，软缩就是所谓人家讲的石头奶，变形变硬石头奶。对，那这个最终要怎么处理？好，这个一开始是防跟治啦，我们先讲防啊、怎么处理之后，预防跟治疗嘛，预防是最好的治疗，不是吗？嗯哼，如果能够事先预防，我们就不要治疗这个问题。嗯哼，那所以不管是粗糙面或光滑面呢，手术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要做按摩。按摩，按摩就是让滚石不生胎啊。刚刚提到了滚动石头就不会生胎，就不会产生包膜嘛。所以按摩是不二法门。那光滑面跟易主带呢，跟那个粗糙面按摩不一样。光滑面易主带呢是要它可以光滑，它可以推动，所以我们要推拿、推还有按压，推它动来动去，在空间面滚来滚去呢，它就不会被包住。是手术后自己做按摩。一般我们在第五天开始，第五天之后肿消掉比较舒服了，包膜开始成型是第五天，那个时候就要做。那最好是让专业人做，而不要自己做。那这个每天都要做，要做三到六个月。三到六个月，因为包膜软缩疤痕成型一般是半年，所以三到六个月是我们的包膜软缩的一个时期呢。我们要做陪他一段巅峰时期的意思。巅峰时期，对。那最好专业人做，因为自己做自己推很难推，手很难推，很难推，而且会力气很难弄，很难弄，所以自己会什么？会放弃，或是说随便做，会找借口，也辛苦了。所以让专业人做比较好，就是我们专业的这个医学美疗师来对帮你做专业的推拿按摩会比较适当。但是会不会是担心说他放进去，你给他推，然后让他破掉了，会不会？不会破。这个易主带呢，它出品的时候呢，你注意看哦，我把它转给你看，你转你自己转，阿甲你转，转五千、十千、一百千，它都不会破。真的吗？真的，你再转看看。真的吗？对，我转，我现在转给你看，我就转多千的，好，再放回来，一样。光光亮亮的，你转自己转，你自己转。我怕把你弄破，不会不会不会，我陪你呢。因为这是 guarantee， 就是说产品出来一定会经过旋转测试，转一百两百下，然后换回去，它都不会破掉。所以这个包膜是一个非常，不是这个袋子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嗯哼，它放一辈子，它非常贵，的原因是在它不会坏的。有没有说放到里面？而且不只是卷哦，没有，不只是卷哦，用打的，用那个机器打或车子碾过去哦，都要经过测试哦。我去美国的那个总厂啊，那个美国那个艺术在总厂，我去看那个总公司在德州，他们就是这样测试给我，我就相信的。他要卷再转回来，然后用车子压，然后打，所以他不会破，不会破。也就是说，你鼓励你的枕边人呐、啊，多多用它，多用搓它、挤它、按压它，越搓越好的。你自己搓看，不会破的。真的是摸起来挺舒服，这样打都不会破，即可乱针，打都不会破啊。他只怕一个东西，怕什么？只怕针，针啊，尖的东西才能刺破它。是，所以只怕针，所以不要靠近有针的东西啊。Okay, 如果隆乳完以后，那重点来了，今天假设说，有一个人他植入了隆乳的东西，有一天他要急救，可以心外按、心外电极吗？没问题，也可以电极。对，电不会把它电伤，他电不会怎么样。他也可以上飞机也不怕。有的人说哇，上飞机会不会高气压不一样，他会破掉？不会的，不会上太空也不会，也没事的。对，因为他不怕你挤压，就怕针而已。那您刚有讲到了说，不止女生可以隆乳，男生有隆乳，为什么？是的，男生乳房就拼了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凸起来？那不是更奇怪？男人健美不是胸膛要块状肌吗？是块状肌，那怎么这个六条肌这边块进去？对，男人隆乳是为了健壮，他少去健身房的。现在的最快的嫩梦男啊，用扁平的易乳带，
扁平的放进去，像男人的胸膛。女生是刚刚讲水滴状、圆形状。真的呀？那你今天带来男生的来、這個、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今天是讲女生，不是讲男生，这个比较少见，就是男人可以用这个一个艺术带放进去、哦，可以做封他的胸膛。那他像健壮男人一样。我看影片还有这种比较大一点可以放屁股的，是不是？啊，对，那是另外一个，这是丰臀，女生的丰臀。巴西你是最喜欢巴西，真的哈、哦？前翘后翘是最好看的嘛？也有那个不就要很大，像一个屁股，我看他对对对屁股的 size。那有分水滴型吗？胸部、臀部就没有水滴型的啦，没有人用水滴型做臀部的吧？臀部是圆的啊，肩宽凹高啊，凹高，你这样再睡呀？对呀、啊。OK，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4了。现在在现场接受阿霞访问的是我们全台湾最知名的美容的整形外科医师曹士斌，曹医师来到节目线上。亲爱的，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询问的话，不要犹豫，打电话进来0795109750795109975。OK， 我们休息一下，进个广告，马上回来。我是蔡秀霞。少年不养生，老了养医生。男性朋友要选对保健用品。麝虎剑、南瓜子、茄红素、血橙畅必定，使用南瓜子、茄红素、虾红素，还有专利的血橙萃取物可可多酚，一次给你所有该有的保养成分，给男人幸福的人生。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或拨0809-092-898。世事多变，人生无常，有的人是为着亲情事业身体在烦恼，所有的烦恼在这儿有一个最好的方法要跟您大家分享，就是这张回向文。咱若要困进前，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债主，祖先，咱的心内会更加平静，免费跟你结缘。0735-4233。从生完小孩抱着上下楼梯，现在走路变得好吃力。我也是啊，年纪大了吼，走路很不舒服。保养变得很重要。它的葡萄糖胺产品让你随时更方便，选用来自纯净无污染的纽西兰奇迹之贝清口一倍萃取物。现在葡萄糖胺 MSM 关护乳膏特价优惠中，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或拨0809-092-898。阿乐，我想租车带家人出游，你有好建议吗？那就找全球租车啊，全球租车是外交部指定厂商，全台专业副驾，各种车种，包含礼车、轿车、休旅车、大巴、中巴、小巴，全球租车公司应有尽有哦。哇，那实在是太棒了，我要赶快去全球租车咯。商务接送、旅游接驳、专业包车，就找全球租车。电话0781-3403402，813-3402。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哪一个比较好的还没讲不是 ？Hello， 现场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继续回到快乐阿霞的节目线上，我是节目主持人蔡秀霞，阿霞。现在在节目线上接受阿霞访问的呢，是我们全台湾非常有名的整形外科医师曹士斌，曹医师来到节目线上啊。现场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打电话进来 ，call in 电话是0795109750795，0795109750。刚刚我们谈到，其实爱美是女人真的是天性啊，都很喜欢。那最怕是说，隆乳会得癌症哦。那刚刚有谈到，就是说现在比较容易致癌的是绒毛面。是的。那假使有女性她已经去之前她有开过刀隆乳手术，她植入的是所谓的这个品牌很容易得到癌症的绒毛面，那怎么办？已经放进去了怎么办？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哦。我刚刚提到，目前亚洲只有一个例子而已。我们隆乳的病人何其多啊！现在台湾大概统计一年就5000-6000个人，一年五六千个，是的，那只是台湾而已啊。你看，包括韩国、日本、大陆，那人这个人更多的地方，而且是一年才五六千个。你看几十年呐、啊，就几十万个人呐、啊，几十万个人，我是上百万人的，那只发生一例而已。所以这个分成什么啊、它的什么啊、获染率非常低。嗯哼，那所以目前是不要过度担心。那即便放进去的人，
你也不要担心，然后就我刚讲的还没做的人不要因为这样不敢做、哦、那可以选择光滑面就好。那即便放进去，即便用这个粗糙面的放进去的人呢，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他不一定会发生，可能跟着一辈子无事。因为你看乳房乳癌是女人的第二大的癌症疾病了、嗯、哼，你即便没有做这个隆乳都会得乳癌啊，它的发生率呢它跟它是差不多的啊，所以不要过度恐慌。那第二个就是你只要知道你要注意它有没有什么症状出来，它会产生症状，它如果是有癌症的话，它第一个会癌症会长东西嘛，所以它会胀胀起来。第二个呢会大，胀会大异常的，而且会痛，会有症状，会痛不舒服，会有水状等等。这些如果发现异状的时候呢，再来治疗还不迟，因为它是一个癌症，是一个低级癌症。癌症有高级癌症跟低级癌症，就像流氓一样，流氓有小流氓跟大流氓啊。小流氓不可怕，那这个算是大流氓还是小流氓？是小流氓，就小流氓，小流氓，小流氓，拿掉就好了。只要化解，把它清除，就是把它切干净，它就不会造成全身问题，还是可以治愈的。那所以定期检查是最好的防治方式。那美国 FDA、台湾 FDA 都是这样的一个劝告，说不管你是用粗糙面或光滑面的隆乳的人呢，希望你三年每三年做一次这个 MRI， 就是核磁共振扫描，因为核磁共振扫描比较精确，来扫它有没有渗漏，一般是扫有没有渗漏，那也可以同时看看它有没有长异物，就是怕淋巴癌，所以每三年去做一次检查就好。那希望你是相安无事一辈子，所以即便有的人也是观察性的治疗，就是 wait and see， 等着看就好了，就不要过度担心。那如果你硬要拿掉也可以啊，硬要拿掉，那么就让你安全的心理上的安全解除了，可是你就又回到原来没有隆乳的状态啊，或是说你拿到这个换到异乳袋，或是说换我刚刚提到的自体脂肪注射丰胸，这个都是一个另外一个选择了，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所以都不要担心。是，说实在一句话，就算是真的得到乳癌的女性，那她把整个乳房切除掉，那她做乳房的重建，一般来讲是用自体乳房还是用植入这种异乳袋？ Okay，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议题哈。其实少奶奶俱乐部、少奶奶一直都痛苦，那很多人希望她回到她原来的自我，甚至要做得更好看哦。所以这个是叫做我们叫乳房重建哈。那重建性的美容呢，也恢复女性的自尊。那这两个方法都行，就是说重建乳房要用什么方式选择啊？刚刚阿霞在问这个问题，你可以选择异乳袋，也可以选择打脂肪。那现在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两个都在一起，就是混合型，哎，就是油电混合一样，我们叫 hybrid， 油电混合型的车子，现在油电混合车不是吗？两个都做，也放里面异乳袋，外面打脂肪。里面核心是异乳袋，外面打脂肪、嗯、混合型就是变成一个两个优点在一起，缺点就减少，所以也是一直变成流行的模式，可以两种一起做。是的，隆乳现在也是这样子的，不只是说乳房重建，隆乳也有考量两个一起做，就是两个优点都有，减少缺点，所以里面是放异乳袋，外面打脂肪、嗯、那可以先放异乳袋一段时间再打脂肪，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慢慢的可以扩大起来，哎，这样会比较安全的感觉。像一般来讲，乳癌的病人，他可能乳房切除掉之外，有可能也切掉了乳头。是的。那乳头有办法重建吗？有，我们叫做第二阶段的乳头跟乳晕，不只是乳，还有乳晕。乳头、乳晕重建是在乳房出来以后，乳房扩大以后再来做乳头、乳晕重建、嗯，这个都有手术的方法可以处理的。OK， 那像刚刚来讲的，有关于男性的隆乳，你这一部分可以再跟我们，我就蛮好奇的，是这边放两块。好，男性隆乳呢也是分两类，刚刚提到是一类，就是放自体脂肪打，对，很好，不是打，是办那个塑形。你看男人的胸膛是挺挺一块嘛，你要塑那个形状，那个形做出来就是要抽跟打，上面打下面抽。让这个形变男人的胸膛那个形状、嗯，下面这个就像那个我们现在那个什么六块肌啊，六块肌也可以用抽脂嘞，抽脂抽脂，胖男人啊，胖男人就把抽那个条状啊钩状把它抽出来，这样抽，它就变成六块肌的形状的。女生也可以这样做，就是健身房就少去做的、啊嗯哼哼，这个抽也可以在胸部，所以男人的胸膛一个是放，那另外一个是打脂肪跟抽脂肪，
有这样的新的一个手术技巧都被开发出来了，是、哦，所以可以做男人的胸膛。所以你那边现在有接受到男生去做？男人胸丰胸比较少，男人其实他不是在丰胸，而是在减胸最多，这叫做男性女乳化。男人的乳房像女生一样非常尴尬。现在男性女乳化是一个越来越多男人做的手术、嗯，因为男人女乳化呢，这个男人呢、啊、就不像男人了、啊，凉啊，那凉了。当兵的人呢、啊、会被那个阿兵哥取笑，所以很多男人女乳化要当兵之前，他的爸爸妈妈或是他自己都要来做男人的女乳化的治疗，就是把那个男人的女乳样子去掉，像个男人。才是正常的，所以要去把它切除我们的乳腺，还要抽掉它周围的脂肪，反而变成男人的样子了。这个是最多的男人，乳房的手术的形态。那少见的是我刚刚讲男人的胸膛要做出来，那是另外一类。OK， 最后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有两个问题问一下啊，就是说刚刚有谈到，就是说，会做这个。植入子进去会有一些夹膜包膜起来，对。那术后的六个月，三到六个月是高峰期，对。那一辈子都要去，有可能说之后再长的嘛？夹膜、比如说两年后、三年后、十年后、五年后长的嘛？不会，不会。我们的疤痕的成熟了、我们人体的疤痕，这夹膜是一个疤痕，包膜夹膜。我们疤痕成熟一般是半年。那疤痕会捧开，然后台湾人讲头发紧，疤痕增生回后，一般都在半年上下会结束，最长会拖到两年。疤痕的最长两年，所以两年之后里面的疤痕就不会。所以大部分人都在半年后就定的，也是我们一般按摩是六个月是一个极限。当然，如果你的按摩没有做到位，没有做得好，刚刚讲没有找专家做，自己做，那就会拖长到九个月、一年或一年半到两年。那最后一般在两年之内都会结束。所以隆乳后的那个按摩，不要说是一辈子。变成你的梦魇了，这也不对，因为你总要去工作，总要是自然化嘛。是，所以一般我们选择是六个月了。那最后一分钟，我再请教一下，有没有那种做完之后有一边它硬掉了，拿掉再拆第二次的？是的，常常有，这个是最常见的，我们的并发性的处理，这个新的议题。现在新的议题就是你拿包膜挛缩造成的乳房变形变硬手术呢，新的一个，这是我的论文，新的论文方法就是拿掉溢乳袋打脂肪，同步做。那这样可以马上可以变成软，而且会丰胸大起来，是，这是一个新的路轮，也新的一个技术。时间上的关系，现在已经来到了下午的3:56:30，剩下几秒钟的时间。谢谢您今天的收听，也谢谢今天的我们的台湾美容外科医学会的权威医师、整形外科医师曹士斌医师来到节目线上接受阿霞的访问。谢谢，我们下个礼拜天下午3:00到4:00空中见，拜拜，再见。